今天是 Gamescom 的第二天，我们现在人来到的是 Ubisoft 的会场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提早是玩到他们还没有推出的游戏。等一下会带大家玩的是 The Crew 2，飙酷车神2的游戏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在一年前还是两年前，我曾经跟秋风玩过。但是我不知道我那一部以前玩过的影片还在不在我的频道里面。如果爸爸们可以找到的话，你们可以留在下方的留言告诉我。等一下呢，我跟倩赏一起飙车，我坐主驾，倩赏坐副驾。总而言之，希望爸爸们会喜欢这种我到国外参加一些展览、玩游戏给你们看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。可以留下大大的喜欢，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5000个喜欢。要是突破5000个喜欢的话，我还有一款游戏要试玩给你们看。那么就让我们飙车去吧！耶，飙车！我们今天要玩的是《飙酷车神2》，然后我现在开的车是一个……哇，一开始就这么脏啊！我刚刚在外面奔驰了一阵子，奔驰了一阵。这款游戏啊，在二代啊，他刚跟我们介绍一个新的功能，就是在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，它可以随时切换你的状态，像是秀一个，秀一个，来秀了吗？哇！哇不好意思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另外一个我秀给你看，来，我们看到旁边有海，海，猜猜看是什么？该不会吧？真的？来喽，船吗？我往下，我往下了，还是我们直接在天空换？我们在天空换吗？来喽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来喽！哎，好帅！快点！哎。你刚刚已经到海底去了，你刚到海底去了一下，来喽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，转，要飞上去了，要飞上，有这个时候，哦，哇，有没有，哇，哪里是北，哪里是南，完全搞不懂，飞来飞去，哇，好帅，哎，这游戏好爽哦，好帅啊，我们可不可以去公路上？这边有点危险，我们找到脖子了，撞他！你不要跑，不要跑！真的，好晕！好，要开始啊！开始！我们接下来跟第一他们来比 PK， 越野摩托车，笑一个 ，Go！他们是那个 E3， 他们是 E3 那个，很会撞他！哇！撞他！互相伤害。摩托车我不行，这个搞不好我行，搞不好可以。来喽！哇！好飘，好飘，好帅，好帅！不好意思，好飘，好飘，哇！好飘，好飘，好飘！比速度至少我们行吧？可以。你要帮我加油打气啊！加油！赛车都会有那种赛车女郎，我的赛车女郎呢？我们是赛车基佬。来喽 ！Go！速度好快哦！哦，要转弯的时候，你要从外圈转到内圈，从外圈转到内圈。对，所以待会如果要右转的话，你要先靠左，要左转要先靠右，然后提早切入，至少要前三。哇！哇！被我们撞了！哇！互相伤害啊！真是互相伤害，撞来撞去。开始配音是。撞我！我们现在是第四名，第四名，我们刚被敌超过，快把他们追回来！第一，别走，波子别走 ，finish， 要 finish， 要 finish， 我再冲，要 finish， 再冲，我们在最后冲到了第二名，然后我们直接把他撞开。好，第二名。Great， 今天这部影片差不多该按到这哦，谢谢第一还有波子，谢谢。谢谢。希望爸爸们会喜欢这款游戏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，也别忘了可以去看我的 vlog。那么我们下期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